对对对对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怪在这吗？哎，怪不见了。我现在又很怕他怪冲上来，有没有？要情急之下，很紧张哎，下面已经不安全了，先放一桶水好了。不死了就放水把你们冲下去，反正你们这样就上不来嘛，你可以确保我生命财产安全。这里被开了一个洞，先补这里，好，这样应该安全了。怪应该都消失了吧，应该吧。放一桶水在旁边，有怪也会被冲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开起来看一下，这里不会是峡谷吧？欸、是哎、欸，大峡谷哎、欸，峡谷的尽头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好，我这边是尽头。现在开始庆幸一下，我这边是尽头。我们在峡谷的尽头啊。不要插在同一个地方，插前面一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再玩水了，水不好玩，不要玩水，不要玩水。前面好像没有怪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往前喽。感觉有点恐怖哎，先做一个盾牌好了，先做一个盾牌，不然怎么死了都不知道。先做盾牌一个，盾牌，好，有盾牌了，七个做一个裤子，有防御总比没有 好，有一半的防御了，上半身防御，我应该做个打火石的，对不对？太冲动了，看来要再挖了，没关系，下面很多资源。放一桶水，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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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那一桶水捞掉，让他过来。好，他可以过来了，要打架了，秀跑来哦，被爬来哦，还有看到他吗？没有，他在哪里？一直要打架，结果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欸、我们太害怕了啦，我们干嘛那么怕？我们在怕什么？我们有盾牌哎、欸！我们在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也是秋风管辖哎、欸！然后他就有骨粉。其实我觉得骨粉好像还好，我觉得做出弓箭好像比较值得。他躲哪里啊？其实我很好奇他躲哪里，我好想把他压死哦。是不是这里？中了。欸、我压到他了、欸，有中了中了中了，赢了赢了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干掉他了。他的物资没有，物资没有，前面还好多、哦。不是开玩笑的、欸，哎。抱歉，今天不行。抱歉，今天不行。我找到他人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凶哦！
这里挡住。抱歉，今天不行啊。我去拿那个，去做一个那个打火机回来。等下这里又有，哦，还好这边有水。哎，等一下，有木材，是废矿吗？好好好好好，很好，废矿也好，什么都好。先回去，哎，等一下这里，请问这里要怎么回去？我已经堵到没有路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安全哥也太安全了吧，没有路回去哦。哦，这里哦，早晚会害死自己。感觉不是打这里，这里会射箭，下面不会，上面会。继续往下挖。在更深处，哎，被水流冲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安全的打怪嘞？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，烧了，烧了，要烧了，要烧了！好难点到他哦。这样也会烧到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还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屁啦！你怎么进来的？屁啦！你进来的，你从哪里跳进来的？你作弊哦！哪里可以进来？瞬间就趴到你身后了！屁嘞！而且还常常挥不到你耶，屁啦！他从哪里跳进来的？这里！我天哪，他绕这么快就绕一大圈走到你身后了，搞死啦！马上就要狙击了。先，我们可以做弓箭嘞，我们自己做的耶，第一次哎，只能剩一发，只有一发，只有一发，好可怜哦。古力霸在前方，忽然觉得只能射一发。要不要回去一下？先回去一下，整装待发。我只剩四滴血了。对啊，只有一根箭矢而已。哎，长树了哈！刚刚那些说什么榕树放太密不会长的，现在给我道歉！得有道歉，说什么榕树不是榕树，橡木放太近不会长的，快道歉，快道歉。就说会长嘛，不要不信邪。耶，感觉怪好少啊。要不要去那边挖煤炭？不行，这样会死。贵为安全哥，即便看到那里有煤炭，我都不敢挖。贵为安全哥，
有回来回来回来拿，做完火把才可以去嘛。好，这边的资源拿差不多。安全哥偷开和平，拜托，一每一分每一秒都开直播，哪有时间偷开啦？他那边讲屁话。我把门立在这里，先冲出去一波，可能冲过去就死了。嘿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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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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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这里这里这里换这里，蝙蝠而已蝙蝠而已，哇、哦、大空洞大空洞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有黄金了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可是我没有没有可以烧的东西，先挖一点煤炭，结果只有七颗哦，不要这样嘛好不好？多来一点啊，莫非是铁镐？一颗，哎，只有一颗哎，只有一颗哎，我现在一颗苹果都没有吗？回不了任何一滴血，目标就是回一滴血。好卑微的目标哦！不会啦，一回就回两滴了啦，我们慢慢回好不好？走了，往下走。这里我都突破啦，看这里已经独入无人之境，开心的走到这，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走上去，有没有？很想死的走上去。很不怕死，哎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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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不怕死的走过来，发现自己有点不怕死，所以这里废矿也探索完了、欸，对不对？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厉害、欸，有点不怕死哎、欸，突破了、欸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挖一下铁啊！用铁挖铁，还小，还小，还小！哇哇哦，这个好屌，好多好多，很赚很赚，很赚很赚。哎、欸，这里也有亮光哎、欸，是有。哦，刚刚挖通的，刚刚在那边挖到一个金嘛，一个而已嘛。想起来了，这里只有一格嘛。只有一格，好委屈，好可怜哦，跟没有一样啊，一格嘛，要不要再往下挖、啊？说不定会有更多格哎、欸，不要放弃啊，不要放弃希望，是不是？啊，前面还有蜘蛛网哎、欸，过去看一下，它离我们很近，来了。我很会射来了，很会射来了，很会射小王子，我把很会射堵在外面了，很会射在这里，那我现在要怎么对付他、啊？我们能对付他的手段有限欸，很会射小王子，这个应该可以压死。历史哎、欸，哦，历史在这里，历史很会射小王子，先压死一个。噔
噔噔噔，你会睡你就去睡啊，我就是不会累就直播啊。然后我要压死你。啊，哎呦！好了好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，压到了吼，压到了吼。哎哎，跑掉了，可恶！可恶啊！太可惜了，才压一半而已，不要跑掉了！可恶东西！哎、欸，他飘，坐沉坐水流跑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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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了完蛋了！我很想把它再射下去。盾牌耐久值会不够啊！快快快快快！赶快防御一下！哎，不行了！又不行了！赶快出去！我把他推下去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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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趁着盾牌耐久度！哎，没有盾牌了，完了，要死了，半滴了，半滴了，半滴了！按！哦哟，烦呢、欸！可恶，他刚刚应该要死的，他竟然被压到还可以跑出来，烦呢、欸！气死人了！休息了啦，拜拜喽。